出杀猪的声音。中国女星孙俪因出演古装剧《后宫甄嬛传》后爆红，成为两岸三地知名演员。孙俪日常除了晒工作照、放闪照还有小孩照，还会分享许多自己的兴趣。日前她发文表示，过几天我马上要大提琴考级了，保佑我不要一紧张拉出猪叫声。该文一出也让网友十分震惊，表示娘娘居然去学大提琴，超佩服。没想到19号孙俪真的晒出大提琴出街证书，努力练习一年的她，从一开始拉的五音不全到通过考试。孙俪感动写下，我考出来了，虽然还有很多瑕疵，但是我跨出了这一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有些音还不够准，音色还不够好听，手指张得还不够开，手指还不够有力度，这都是我下个阶段努力的目标，加油。同时有我第一部电影合作的张震，还有我目前最后一部电影合作的柯震东，我很希望我可以颁给他们其中一个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入围金马奖就是已经对，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对，前推后唱，然后是大概就是尽量可以让它漏到半个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对，就是一种些许的性感，但是它又不会是很 low 的那一种，是有质感的，对。对，你说这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它。
好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刚刚我已经看到我儿子了，我儿子看到他也很惊喜，对，但不是惊吓的感觉，是惊喜。但是，可是等一下，我不是这一套衣服哦，颁奖的时候不是，对，红毯是这一套，但是等一下颁奖是另外一套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的，两种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来颁奖或来走红毯这样子。哎呀，每一个人都很优秀哎，这个，我没有办法就让评审来决定，对，所以这么优秀的演员可以入围都是最棒的，然后我们只有祝福。